想拥有。这么时尚，怎么能够这样被挡住呢？哎呀，而且我里面还带了我们的当时寿面啊，寿面本人就底加哈。你可以先聊一下，因为昨天那个简报是说有一个组长有自己说没做8000元，想问一下这个8000元跟你有关系？那个真的是笑死哦！先跟他说明一下呢，当天那个叫做松山区的里长促进会的活动，昨天我也拿出了我的行事历给大家看。当时我们在登记行程的时候就写得很清楚，那我们是收到邀请函，那这就是一个蓝营里长的固定的定期的聚餐。然后呢，他们就是有17个里长，现在被检方说成他们都是里民，不是，他们都是里长，17个里长，还有4个以上的议员人都在现场。那我必须说哈，其实这一次的检调，他在过程当中不只要清算我，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对象，就是他们要清算王宏威，因为那天王宏威他人也在现场，所以检调在问案的时候就不断地引导里长说，你们办这个活动就是为了他们两个选举而办，但完全不是这样。那个黄旅主委那天人也在现场，待会你们可以问他。所以一个有17位里长在的一个里长联谊会的参叙，被抹黑成里长找了李明，然后呢来帮我跟王宏威两个人动员造势，这个真的是笑死人哦。所以我想是司法检调搞不清楚状况，然后为了所谓的新潮流，为了民进党的选情，刻意的去抹黑别人。那这个事情，这种选举的伎俩，大家都看多了，不会轻易的被骗。所以当天的吃饭，我们是议员都是被邀请的，当天包含我、秦慧珠、张维源跟王宏威4个议员人都有在现场，不是为了徐巧芯，也不是为了王宏威而办的一个活动，我们都是收到了邀请函前往现场。所以当天的餐费也不是我出的，活动也不是我要求他办的，一切都清清楚楚，不怕检调来查。检调昨天就是因为我把这个购物袋，我跟大家讲，检调认为这个破破的袋子爱几把扣，要100块，大家自己摸摸看这个材质，我们这个政治界爱马仕也没有这么厉害，说要100块。然后呢，他们还说这一包寿面价格20块，我的单据都给大家看了，他们说这要120，所以检调人员不要吃米不知米价，如果不会用 Google 查价的话，我可以教你。所以4块钱跟20块钱，24块的东西被说成是220块，那检调到底他们的数学还好吗？他们会不会使用 Google？ 会不会查价？如果检调真的觉得这样220的话，其实我应该多囤一点卖给他们，然后我再捐给侯友宜，这样我们的今年的竞选经费大概就筹措差不多了。但当天有没有拉票的行为？拉票的行为吗？那个餐会上，其实基本上就是说，因为大家看到我们来都很开心，就会说加油啊，然后一定要当选，因为那都是蓝营的里长。他不是所谓的里民的参会，就是大家会说什么加油啊等等的，那我就回答他说爱你哦，然后这段影片就被检方拿出来，徐巧芯怎么可以跟里长说爱你，所以议员主席来声援你。主席我们一起来，主席政治界爱马仕，等一下也送你一个，剪掉说只要100块。等一下是，请主席来声援一下巧芯。民进党真的太看得起巧芯了哈，巧芯有值得你们用这种烂招吗？我觉得真的，陈定南如果在世的话哈，大概都会跳起来骂你们这些检察官，真的在乱搞。就是目前还有哪一些人被约谈了吗？那其实就是在昨天的时候，就是严宽恒还说你是他的学妹啊，这两个。对，他应该算是学长哦，因为呢，他之前因为炒米粉的关系，这个是在选办法里面规定合理的一些小吃，那竟然呢也像我这次一样是受到这个检调的约谈，然后去泡茶。那其实就是说真的啦，因为昨天的这个时间点哦，就是在我竞选总部的成立的前一天，所以所有的人都感受
受到，就是说，就是要让这一些里长他们不能来，也不敢来，因为会有这个压力嘛。对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也跟剪掉直球对决。如果你认为这个购物袋、这个泡、这个不是泡面、寿面，那这个购物袋跟这个寿面是所谓违反选罢法的话，我们今天现场就继续发，我已经发在台上了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就会继续发这个袋子跟这个寿面。如果剪掉认为一个4块钱的环保购物袋，一个20块的寿面是违反选罢法的话，欢迎你到现场来搜证，欢迎你到现场直接把我从现场带走，欢迎你把我们的民众直接从现场带走。我们深圳不怕影子斜，我们没有做错事，我们清清白白，所以我们敢站在这里大声说话，不怕你剪掉来查。所以昨天里长他在离开的时候，他本来想说，很多人跟他讲，如果你怕被访问的话，就走快一点。他想了一想，觉得我没有做错事，为什么我要躲？所以他在楼下的时候，直接的告诉我们的媒体朋友，我作为里长，我办活动都是为了里民，不是为了特定人。过去我办了，今年我办了，未来我会继续办，而且扩大办。邀请所有的议员、跟立委、跟主任，大家一起来办重阳节，就是让长辈能够开心，不是变成你剪掉拿来清算政治人物的手段。所以我也很感谢我们信义南松山的里长是这么的勇敢，站在这些强权的面前，然后被征询了超过12个小时，但是仍然无所畏惧，继续勇往直前。既然他们这么勇敢，我们也要跟着他们一起勇敢。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，真的很有用啊，所以要分享给大家，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吃了2-3天，真的有明显的感觉，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喽。那你知道，这个睡得好呢，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，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。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。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，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，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，非常的强大。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，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。而您知道吗？有1000000篇国际研究证实，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，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，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，这是解锁身体健康、精神健康的钥匙。对于帮助睡眠、维持好情绪，真的是很有感。也因为这不是药，有季节敏感、代谢困扰、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，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，做好日常的保养，身体轻轻松松，没有负担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，也记得输入推荐码，有额外的折扣哦。